杨冰仪的魔法失败了，我们并不会上来，才怪。耶，结果我们还是上来了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，太高了，不要唱，好，不要看着我害羞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好厉害，不愧是美声专业的。什么乱七八糟难听死了。不，你的生日不是乱七八糟，你生日有这么多啊，这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冯小飞的什么？哎，你超恶心！马路口又带上了，马路口还写一个马路口，陈毅，哎，冯小飞的那什么？真的呀，冯小飞的看不到大头头蹦啊，大过头头总，头总，不行，你们两个不是有什么什么话要讲？对，我有一个生日祝福，还有一个生日祝福，对，我先说还是你先说呢？先说，你今天最大，你说。你快说，就是我有一个生日祝福，然后 ID 是菲菲带我挥的红玉米杠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，你弯腰弯的好诚恳哦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今天有一个生日祝福，祝 ID 为小小闲丧，你好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但是我想跟你说对不起，那个贺卡今天写不完了，可以。对，要明天，要明天。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对不起。我们都是，要明天。我说错什么？对不起。那好。今天的 MC 话题是，你想拥有什么样的魔法？冯小飞，你今天过生日，给你一个特别的愿望，可以想有一种很特别的魔法。我什么魔法都想要。不行，太贪心了。因为最想要的。最想要的。第一想要的。想要每年，就是每年过365天的生日。不。都在圣诞公演的这种。然后每天都可以折飞机。冯小飞过生日太可怕了，因为过生日真的很棒。是，等一下，这次10月份一整个月我过了一个月的生日。对，其实我本来想说，如果我想要一个魔法，就是可以今天可以实现冯小飞所有生日愿望的魔法。话说啊，实现了？实现了吗？我们去，我实现了你去喜来登住一晚上的魔法。我今天晚上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住过了。他说，哎，今天喜来登打折。我们就去了。我们有一天晚上就是不行，我妈在。哦，我可以说吗？伯母好。怎么办？但是我妈在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那你好，你说，你就说你带我去的。对，我是带你去的呀，是我带你去的呀。我对对，就是我妈，妈妈不要担心，我建议继续。就是最近喜来登都打折嘛，只要，然后我那天就是搜了一下，然后觉得还就是我最后你买单的吗？买单了呀。然后对妈妈我没有乱花钱哦。对，阿姨她没有乱花钱的钱哦，幸好我妈妈不在。妈妈我女朋友多，你不要担心我的花费。对。你好像小白脸哦。我脸本来就白，吹弹可破。好，好，然后我还知道为什么脸白吗？每天喝怡宝。对，我都不像杨冰仪每天喝可乐。还钱。不要拿我，那你就走。我要走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走开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其实我也不是太想看见他，因为毕竟他要喝怡宝。该匆匆了。他还没有喝清小水。让匆匆讲一下话。匆匆说的就是你，你别看别人，他说让你讲一下话。让我讲吗？就是我们的那个主题。其实我就是希望有的魔法就是可以想变成谁就变成谁。比如说变成冯小飞呀、为什么？然后就体验一下就是扎小姑娘的那种快乐。
就你内心是有这样的悸动与憧憬的是吗？然后变成丸子体验一下被扎的快感，并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，就是买单的快感。主要是什么吧，刷卡刷刷刷这种快感。为什么他不会说一些我们生活上细节这种话呢？因为家丑不可外扬，所以不太好讲，就是具体什么样的乐趣我们可以具体就是讨论一下。去住喜来登，没有带身份证，你们可以不用讲，因为我不想听。因为你和新闻更开心。happy 是吗？哎，我在说什么？我们天天可以住一起是吗？对，就是哎，我也不知道了。会厌烦的。那你们对，比如说你们下次换个环境就不会厌烦了，比如说对面那个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为了找新的乐趣才去的呀。我们是什么吧？我们本来不在一间房住，我们创造条件去来住一间房。哎，我们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打广告？赶快是后面的那个，那我们的魔法啊，陈琳。好，陈琳。啊，其实我只是想要一双翅膀，这样就可以飞到嘉兴路看小偶像了。哇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把我的翅膀送给你，就是在《夏日再会》MV 里面那双特效翅膀，几毛钱。那个可能连他的头都飞不起来。没有，就是大头，你不用翅膀就可以飞，你的头就风这么一吹，就像风筝一样就起来了。太可怕了。那新闻呢？新闻。我吧，首先你们知道我1.6米那么娇小可爱，但是我喜欢1.5米，所以我想要能变矮的魔法。好，说完了。啊，我呀，我想要点石成金的魔法，因为这样灰灰就可以。就可以，灰灰就可以。他没有在听我说话。冯小飞，人家你的小偶像在说话呢。说，你听到我想要什么魔法了吗？听到了，什么？点石成金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你住酒店就不用等到他打折了。真的是谢天一，酒店不打折也可以去住。真是必须要推，谢天一这个人呢，必须要推你。那你去那边推好不好？好了，我说完。必须要，谢天一这个人真的是太甜了。为什么推他要摸我？我还以为这是你的肩膀，就发现你太矮了。那九九呢？我刚刚本来记得的，然后一个个都说完了，你让我说什么？大家都怎么都这么？你不是想要换皮吗？不是换皮。行啊，那这换皮也行啊，比如说哎，换人皮啊，我就当月老嘛，就是月老那种牵红线，就比如说我把谢天一和李菁牵到一块去了，然后把陈琳跟新闻牵到一起去了，他就这种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呀，我喜欢陈琳，我们明明关系很好的。哦，是吗？行，随便。你为什么这么邪恶？有情人不能成眷属？那你觉得如果的有情人是谁啊？都是啊。我又不是冯小飞，袁明君啊。不，你是队长，你有特权。一家爱。这个不要讲。那个，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的口才太好了，大家想听你编一下我们每个人是冯小飞的什么临场考题。这是应援会的锅，跟我没关系。他说这是应援会的锅，跟他没关系，他从来没有想过。既然这样，我可以讲一下。那你跳过艺术牌走过去讲一遍。那你跳过，我先说这个。有没有看到我的表情？不要。然后我先跳过。就是杨玉呢，就是啊，你说啥？冯小飞的银行卡。对，冯小飞的。没有，不是。为什么是银行卡呢？你快点，时间都跑过去了。你也会点石成金吗？好，这个是银行卡。然后我不敢说，他昨天差点扣我钱。然后这个呢，冯小先生，哎，你确定你现在不说？我不敢说，待会儿回去还要扣你钱。我今天我在呢，别怕啊！今天晚上请烧烤呢。你对，好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微信群里见啊。你就是冯小飞的，你为什么写一个这么绿色的头 boss 呢？你应该写点红色那种洋气一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冯小飞的什么来着？可不可以讲重点？就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好不拖的呢啊，说好不拖的呢。冯小飞的孙兴文，冯小飞的谢天一，冯小飞的汪嘉玲，结束了。我们现在是没有讲不出来，这个不怪我应援不说应援会的过。对，就是这个是。
这个冯小飞真的是不敢说他。冯小飞的专属系携带者。你看他生气了。已经，你没有，你是冯小飞专属系携带的，快捡回来。好歹他也是个人，还是做人好。对，还是做人好。对，其实队长很渣的，你知道吗？队长很有特权，就每天就是，其实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就可以来跟我讲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他我来叫，来杨玉来我房间，我们可以谈一下心，就两个人，就他叫谁就必须得到。我是关爱你们，真的吗？对啊。那宣传片里那张玉文，你怎么不拖去他呢？因为我。就觉得托人一定要有一个什么阻挡物什么的，就你看他们两个他们几个人都拖都不好能拖得动，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能举上去，你居然不去。别讲话，我们时间来不及了。好，我们结束吧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。我刚刚都快着急死了，我觉得再说下去就要吵起来了。那接下来请欣赏期待相遇。